们的直播吗？我靠，厉害了！他现在靠他就行了。来啦，我们看，你看直播的话，你就看上面有没有数字。你看这边有一台手机，他还没有人进来，大家赶快进来哦 ！Hello， 这边有人进来了，你看这边有人进来了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个男生女生都会喜欢的东西，而且是每这个有五包哦，知道没？乱讲，不是五包，你不要听他乱讲。等一下，他随便讲的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男生女生都会喜欢的东西，还有我觉得是每个家长一定要知道的东西，因为这是新的玩意。等一下，还没有，亲爱的，还没有，这是新的玩意。可是我觉得这是妈妈，等一下可以让我玩给大家看美人鱼吗？可以，这是一个黏土。这个时候用烤箱烤一烤哦。他都讲完了。还会这样 QQ 的这样的咚，你又知道了哦，因为他有看过 YouTube。 好啦，你都没有听，我先跟人家讲，人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一款粘土。 Hello， 大家都知道每次玩粘土，我们很爱玩粘土，他们很爱玩粘土，你们是很爱玩粘土。对，然后每次玩粘土是不是都会被爸爸骂？对，因为他们会粘的到处都是。我们虽然都有帮他们用像这种细胶垫，我们用垫子，有兔子还有猫，可是他们还是会粘的到处都是，比如说木头桌子啦，然后还有什么，还有小苹果会整颗拿来吃。有的时候他如果嘴巴是蓝色、绿色、红色，你就知道他又吃了粘土了。Hello Win，Hello 玉珍，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介绍一款粘土，就是跟传统的粘土不太一样。等一下，可是我指甲这里有一个东西，所以你要不要去那里去捡一下？我先讲，我是在讲这边，你打断了。然后今天可以看我讲了吗？所以这个大革命大家一定都要来知道一下。来，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好了。来，这种呢我们今天会开两组，我怕不到，这种是细胶粘土，它跟我们平常的粘土不太一样。我们粘土平常就是软软黏黏的嘛，然后它这个是食物级的粘土，那它是细胶质的，它就会稍微 Q 一点，它没有这么软，它稍微 Q 一点点。那它是无毒无塑化剂 ，OK， 所以不用担心，一样是有安全把关过的东西。那我们今天的赠品呢，我们马上就要来细看了哈，这很好玩哦，这个还会变色的哦，有没有看过粘土会变色的哈？来，今天就是要送体验组给大家。这个跟这个里面是一样的东西，那这里面是有七包，那这一包是今天体验组是有三包，对不对？不可以，今天会送两份这个样子的，还有来吃鸡蛋糕，会送两包这个样子的东西给大家，三包，一人三包 ，OK， 我们会抽出两个人的，一人可以拿三包。这种细土回家，细土粘土回家玩玩看 ，OK， 这是三原色啦，就是红色、黄色、蓝色 ，OK， 三原色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有什么吧。那记得赶快公开分享，配个两位好友。姐姐的回答我。对不起，你要坐后面一点。OK， 我们来看有什么了。那我们先来讲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很赞的地方 ，OK。去年他推出这个夜光的非常非常非常火红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这种细土的粘土哈，你做完了以后你可以把它拿去烤箱烤了以后它就会定型，它就成型，就不能再捏，不能再塑形了，它会定型以后，然后你看这光是会发，这组夜光是会发光的。那你有没有看，我们可以做像这样的星星啊，然后你做好成型了以后，你可以把它放在小朋友的比如说天花板啊，他们的小夜灯啊，然后或是你可以放在开关的上面，然后一关灯它就会发亮，然后就知道开关在哪里，然后你关灯小孩子就不会怕。你是很怕晚上关灯的时候，对，他们就不敢睡觉，然后你就可以跟他做外星人，做星星，然后一关灯他们就都是亮亮的。所以这组非常非常的火红，是荧光组。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啊，等一下哦。好，你看可以做得好多好多星星哦，我其实我很想要这样子，可以试试看每个小孩子的房间。天啊，哥斯拉来了，库斯拉来了。 Hello好，我们现在没打招呼啊。Hello， 婉玲你好，好，怎么不见飞爷？飞爷在那里，等一下就会出来玩了。好，
那我们皮皮，你要不要过来这里玩粘土？妈妈这里玩粘土好不好？米娅，你要镇定一点哦。然后你来这里，我们来玩粘土好不好？妈妈，我不能陪你。你可以陪我，我们一起玩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要来。小灰了。哦，糟糕。嗯。咚一呢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开两组。等一下哦。J， 你要开哪一组？弟弟玩恐龙，米娅玩这个，好吧？可是这样太复杂，我们先一个一个介绍。来，这一组你看是恐龙，很可爱吧？所以你可以哦，还有哦，你看你把它成型以后，你可以把它弄在发夹上面，好多恐龙，你可以就变成一个恐龙发夹、恐龙手环、恐龙项链，然后可以变成洗澡的玩具。所以你看这种成型了以后。又可以高温消毒啊，然后可以放微波炉消毒，这种它的 CP 值就比我们平常的还可以拿去洗，对，它也不怕水，所以就会变成一个玩具，所以它的 CP 值比较高，它比较特别。来，而且你只要这样子蹦啊，你只要这样拉在那边，不要那么紧，来，所以我们先来看看，像这样子一组，大概我为什么不能看？米娅，你不要这么兴奋，我们先给大家看好不好？来，你看，我们先来看这样子，你看。这样子一组里面有恐龙的是有四个恐龙模型，好可爱哦！你看有大暴龙，有翼龙，有这个万龙，还有这个剑龙。你看，所以有四个龙。我们来看有什么颜色？这个是什么龙？这个是五齿翼龙，会天上飞的那个。五齿翼龙的。好，米娅，好了，够了，不要那么兴奋。那丢下去。然后它还会有六，这是几包啊？一二三，这是五包吗？这个是有五包颜色，我们看有蓝色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有蓝色、绿色、黄色、淡蓝色，还有红色。这个是总共有五包粘土。你看，我需要一点位置，请你过去一点，先把这个拿开，我们一个一个拆啊、嗯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，你看，其实它的玩法就很简单嘛，你把它打开了以后。然后他有教你可以怎么，他可以怎么样，他可以怎么装饰，其实很简单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做一只这个淡蓝色的，然后我们可以用尖尖的地方帮它做成这个它的翼，是不是？然后你看嘴巴，他就帮你做好。然后他这其实也有说明书哎，他有说明书，有教你一步一步可以怎么做。你看，如果你要做哪一只？可以怎么？要不要站着？你站着玩好了。你可以怎么做 ？OK， 你看，这样子就新手妈妈就不会这么就不会迷路了哦。来，然后还有这一张纸，这张是可以重复使用的，千万不要一次就把它丢掉了。这张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考纸。我可以看吗？等到你把成品做好了以后，你要去找爸爸啊，好啊，要小心哦，要去找爸爸了。考纸。可以吗？来这个地方，你就只要把做好的东西放上去，拿进去烤箱烤200度，大概烤8到12分钟，看你的厚度就可以了。OK， 你可以了吗？你镇定了吗？你可以看看考纸了。来，我们先来开，它的设计很简单。我要做哪一只？来，大家想要先做哪一只？什么颜色？要做哪一只？你想做哪一只？这一只，你要跟他做的一模一样的吗？好不好？不要，我不要一样。你不要跟他做一模一样。我想要这一边呢、啊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因为这边，对，我们尖尖的这一边是模子的印子嘛，哈，这个是。软软的那边是我们拿起来的。尖尖的，对。好了，我们跟他做一样的，好不好？这样你才不会觉得太难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就开始先他做恐龙给大家看。我可以教大家做小饼干，我很会做小饼干。我来看一下有没有饼干的颜色啊、哦？它有饼干的颜色，我要做一只饼干呢。你先做一个恐龙。妈，我要。那你们其实 YouTube 你们去找就可以看到有好多这个 Think Do 哈、哦，这个韩国这个 Think Do， 它其实有很多录影教学。然后比如说你做一个饼干呐、啊，或是糖果，你做大型一点的话，我帮你撕开。你做大型一点的话，它就可以被烤过以后可以变成杯垫啊那些的啊，有些还会变色。那变色就会让颜色有更多的层次。它本来有一点点黏黏。来，我们要拿工具吧，没有工具怎么用？所以一组里面都会有一个擀面棍，这个擀面棍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这样子一压，
它就会帮你做出圆形的东西。说，哎，出来一点，等一下，来，出来一点吧。加个点点。来，我们这里前面喂。好，你要这样子。我帮你把兔子的先拿掉好了，你只要一个应该就够了。好。所以我们姐姐开始做了，开始，你要不要先揉一揉，先让它揉一揉。它这个就比那个一般的粘土 Q 很多。刚开始，因为它毕竟是细胶的。妈妈要试试看磨一磨。但是家这里有塑胶在。但是不要害怕，这个没有塑化剂，然后它是食物级的，所以小孩子玩是 OK 的，然后也耐高温、抗菌，不是像有一些粘土它会发霉，有点可怕。好，所以这样的 OK。好，你就这样子，你先把它弄完，就这样子捏一捏，它会比会比一般的粘土稍微难塑形一点，因为它比较 Q 一点点，可是它 CP 值比较高吧。Hello， 他在做，我可以跟大家打招呼。好想玩哦，对，很好玩哦。记得今天是送体验组哦，赶快公开分享，还有 tag 两位好友。Hello， Monica。tag 两位好友要一起跟别人一起玩。那我要做，我要教大家哦。哎，我的杰西嘞，在这边。那平常做粘土的时候啊，他们有附这种很简单的工具组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很多东西也可以把它拿来做塑形哦，比如说你看杯盖，不要小看它，甜甜圈就只要有这个杯盖，还有这个喷喷瓶的盖子，你这两个互相哦，这样子两个互相交替用，好像这种杯盖、瓶盖就可以做出一个甜甜圈。然后像吸管啊、牙签啊，那要小心小朋友哦。牙签也是很棒的工具，还有吸管。OK， 我们先来做，我先来做一个饼干好了。饼干的话，我们就只需要一支牙签。为什么不等我？你一边做，我就是你慢慢做，我先做。我不想催你，所以你先慢慢做。然后等到我做完饼干，刚好你就做好恐龙了，好不好？这小孩子每次到直播的时候就非常的兴奋，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连你都会黏我。对啊，你会被我去打屁屁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不会，还好意思说，我都要这样。哎，可以喽，不要太兴奋哦。来 ，Hello Aurora， 怎么只有一只？对，为什么只有一只？我两只小孩，其实我三只都是清醒的，怎么只有一只？好奇怪哦，都跑哪里去了？因为他们两个小的目前，还不太会玩。那像Maza就只会吃，很可怕。你知道一个放在桌上，他就拿去啃哦。来。这样也好吸引大人哦，可以，那大人也可以玩。好 ，Hello Jessie， 赶快用力分享哦。是，这个等一下哦，今天送的在哪里？为什么我还没变？不骗大家哦，这个不便宜耶，这个三组其实价值很高哦，真的，我今天刚看到，不，有超值，可以赶快来抽。然后我们会是，是下礼拜一公布吗？不对，是在下一个礼拜一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在接下来礼拜一会公布上礼拜。嗨，你要不要妈妈做饼干给你看好不好？你看啊、哦。来，你看，我们要做饼干给他看。妈妈，我已经磨过了，为什么还是压不下去？那你因为你不够用力，你要使出吃奶的力量，这样够了吗？你还没有做就没办法，因为它这个会比一般，而且我们桌子不是平的，所以会比较难。你可以把它这样子弄扁扁，小心手哦。等一下我先弄一下这个。来，我们先把你帮我压扁扁吧，我也要滚。姐姐，你不要，你还没有跟大家打招呼。要小心刀，你要那个是刀子的，要小心哦。那边大家 hello。好了，扁掉了。好，那你就可以，好像还太小了。嗯。还要再，你可以把它再弄大一点，这样子。妈妈，我不想那样，然后不好看。然后再弄就好了嘛。哦，八月底生的，我觉得它的什么什么上升星座还是什么上升星在龟，是什么？处女座有够龟毛的，来 ，Hello 玉婷 ，Hello Sonia， 小朋友，请你不要动牙签，请你不要动牙签，牙签是妈妈要用的。好，现在你可以看可不可以用你的恐龙了，够不大了没有？妈妈，可是这里太扁 ，OK 啦，没关系啦，大不了什么，你再多的再把它取来后面就好了。来，我这里要把它扁一下，来。我们请那边的，那你请哥哥帮忙，好不好？你去请哥哥帮忙。帮忙。那你去那，你过去那里啊？不是啊，你去那里啊？没有，你过去那里啊？这还有个垫子，这还有个垫子，这还有个垫子。我们先来做一个饼干，你看哦，我觉得饼干很可爱，这我在 YouTube 学的。你看，这样把它弄扁扁，对不对？你用一个瓶盖，把它切开。啊，很好玩！我的牙签呢？
然后你看哦，一个小小的，你就只要用牙签把它这样子刮刮刮刮刮，你就只要这样子把那个边缘这样子稍微刮一下，一点点黄色。好啊，你看，然后再戳几个洞。小巧石该怎么用啊？你看这样子有没有很像饼干？这样看得清楚吗？你看这样看得清楚它是饼干吗？然后我们要做两个哦，因为它这样就可以做。我要一个饼干。做成夹心饼干。等一下哦，妈妈帮你做饼干。我要做饼干。好，你要做饼干，那你给我一个圆圈圈，好不好？圆圈圈，戳戳戳戳戳戳戳。嗨，你看到你自己了？你跟大家说 hello。你说我今天没有在睡觉。你说大家好，我今天睡饱了。我是飞飞手，是不是？我一定要正的。正，方向就正啊。妈妈正，然后你等下把它翻过来就正啊，对不对？黏土呀。你看哈，这是饼干的下一层。记得给小孩子玩黏土的时候，还是用一个细胶垫比较安全，不然真的会轻到哭。所以爸爸已经讲说不准带一般的黏土回法国，这个他应该就不会骂了吧？我觉得我要刀子可以吗？喵喵喵，希望身体，希望身体。把刀子把爸爸你最喜欢喵喵，爸爸在跟你讲话，喵，爸爸在跟你讲话，爸爸说给你看东西。我等一下你回来的话，会不会就变出一只恐龙出来了？好奇怪。不会，你看一样边边，只要做一个造型，然后还有一个纹路，这样子你看哦，我的饼干就出来了。你看饼干，你看这是饼干，你看我们来做个夹心，你看，就可以塞一些，塞出来塞一些穿上去，大哥，你要爸爸帮你吗？那我们来做一个红色的夹心饼干。所以它这个米娅，米娅，我碰了 ，sorry。因为等一下，因为米娅，我觉得她有点在失控，只是因为她不会用这个，她有点失控。我要请她先下去好不好？我不想她在这边哭。米娅，好，那你要在这里，你就不能，你不要哭啊，这有什么好哭的？我们你在旁边安静的做，好不好？她太紧张，因为她觉得她没有马上做好成品，挫折容忍度还有一点低。那我做一个饼干给你们，你看，这样子，我们可以，米娅，我教你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可以先把它弄扁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好了，来，这样子，你把这个，我帮你做甜甜圈，可以。等一下，米娅 ，stop， 来，来，姐姐们，我们旁边的小帮手们，请他们帮我们先做一个恐龙的塑形给大家看。那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垫子，来，你要等一下，我的饼干快做好了耶，你要试试看小兔兔可以啊。所以你看，我有两块饼干哦，然后还有这是它的中间夹心，借我一下，我的饼干。跟你妈妈。好，你不要动牙签。这是我贴贴圈下面。然后我的小工具们呢？为什么小工具们都不见了？好，没关系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这样子。你看，红色的内线，然后两个饼干就出来了，它是有造型的哦，只是看不是很出来哈、哦。你看，这样就是饼干了。我们来做个甜甜圈好不好？妈妈教你做甜甜圈。这个妈妈跟你说，这种粘土，我们要不要换个颜色？你想做什么颜色甜甜圈？因为这种有没有做蓝色甜甜圈吗？红色甜甜圈。好，我们来做红色甜甜圈。这种黏土，它跟我们平常，妈妈，你要听我讲，都是甜甜圈的下面，所以我还是要再一个。BB， 我们可以给你换颜色吗？妈妈给你蓝色好不好？还是你要绿色？因为这种它会比我们一般玩的黏土稍微 Q 一点，所以要跟小孩子讲说他们需要多揉一点。这个小妹 OK， 啊，只是我们家这一个实在是它的点很低。看你做可爱的成品，好，来，我们再多看一个颜色吧。你看饼干在这里啊，饼干就可以拿去烤，要不要弄坏？来，我们还可以做啊，我知道我还会做棒棒糖哎、欸，你妹妹要做棒棒糖，我会做棒棒糖。我们来做棒棒糖好吧？棒棒糖也很简单。妈妈，我是用这个来滚面滚。好，我们拿另外一组的、啊，另外一组还有滚面的、啊。好了。来，我们先来拿这个。不然我用牙签滚。他这个是说建议年龄是4岁，
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可以玩了哈。但就是说，他可能年龄说四岁的原因，是因为你要多捏一下，因为他需要多一点力气。而且我们这个，哇，他的成品好漂亮哦，哈。然后他要需要切一下，你现在开始玩扮家家酒了，所以那个粘土捏完又还可以玩扮家家酒哈。我们来做一个，我现在因为我的颜色不够，我来做蓝色甜甜圈。甜甜圈很简单，它就只需要两种不同 size 的杯盖。我的蓝色怎么不见了？我找到我的蓝色，这里东西会长脚。来，等一下。蓝色要配什么颜色好看啊？蓝色的甜甜圈会什么口味呀、啊？好，黄色啊，黄色到上面。为什么都没有黄色了？那有什么关系？那就用其他颜色啊。我想要黄色的。甜甜圈非常甜蜜啊，甜甜圈非常甜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来，我需要滚来，我们来做。哎，结果有人在努力做恐龙嘛，有人在做恐龙给大家看，然后我当然也来做恐龙给大家看了。我只是因为新学了这个甜甜圈，一定要来现学现卖一下。来，给我一下。那个是我要做甜甜圈的。对，他非常喜欢吃甜甜圈，他非常喜欢吃。非常喜欢吃。嗯。好，你看压扁，只要多揉，它就会比较容易。你看。杯盖，好，看杯，你看哦，杯盖，然后再另外一个，我们这个要多弄一下。你可以用这个当造型啊，你看杯盖。借我一下吧。好，你拿去，再小杯盖，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大，我要来另外一个更小的。小杯盖，哇，我的甜甜圈，你看我的甜甜圈出来了。你看，这是一个甜甜圈的底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有点变形，等一下，好，甜甜圈就出来咯。然后我们可以用其他颜色，给我一点颜色好不好？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帮它配色。所以这些网络上都学得到啦。来，这个你看，妈妈，你把你的饼干又扁了。没有关系，再做就好啦。现在还没有烤之前都可以再做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。我再用一个小的，再做出它的上面，你看，啊，你看我的甜甜圈有没有就有糖霜的感觉了？等一下哦，还可以再加上一点点红色，给我一点点红色。谢谢你，好好吃哦，这小美米甜了，给它吸到，谢谢了。借我一下，哦，你在做那个，先借我一点红色的。好，来，搓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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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搓，搓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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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搓。我们就可以做出可爱的甜甜圈咯，你看甜甜圈就可以拿去烤，呀，再烤好了。你看，这样就是甜甜圈啦，有没有很可爱？啊，我的恐龙！哇，哦，别抢！哦，恐龙出来了，你看，好，放在桌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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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放在桌上，谢谢。我的恐龙，再来。等一下，我们要你就可以看要什么颜色，你帮他做好多小包包。不是，我现在要白色，那个是白纸，白色是白纸，你可以先做好多波波，你可以做好多波波。来，我先给你看。我要白色的眼睛，可以吗？你看，好了，你看我的甜甜圈好了，就可以拿去烤，烤了以后就可以当发夹。你看，成品以后可以去烤，就可以粘在发圈、发夹上面。我这是我做的。你做的什么啊？来，我来帮你弄这个了。来，我们先给大家看这只蓝色的。来，我们先给大家看，你看，这是塑形。哇，好棒哦！这是恐龙，我们先来帮恐龙装眼睛，好不好？恐龙的眼睛要绿色的。我们，你的恐龙眼睛什么颜色？你的恐龙眼睛要跟它一样啊。好，那我们要看绿色的。绿色在这啦。好，那边看一下。我帮你看，谢谢你。然后我先帮他做好多好多小包包。那我这小包包在他的，因为你看我们现在需要做这个红色这些装饰，所以就很简单啊，就只要拿这样子。这是他的身体。对，他的身体。啊，这天哪，你别弄姐姐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再请那个姐姐再帮你做一只恐龙好不好？你想做哪一只恐龙？你告诉妈妈你要哪一只恐龙。你要浅蓝色还是深蓝色？我们做红色的会飞飞飞的好不好？你想要吗？这个哦，你要淡蓝色的。
所以比比想要做这个浅蓝色的龙，我们先请姐姐们帮他。哎，这边你就只要把塑胶袋拿出来就好。等一下，你看，你看小波波。嗯，这里要几个呢？一二三。好，你可以这样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就这样粘粘粘粘粘，有点尖尖的。妈妈，这一个有十三个。好，那你先帮我粘，我需要绿色。我们大家都玩起来了，我们这边好一大群人都玩起来了。来，我先帮你用绿色的眼睛，你先帮我用红色的。背部哈，帮你戳小眼睛绿色的，你看。大家好，我叫琪琪。你要说大家好，我的头，我的头还撞破，你给大家看你的头哪里受伤了？你的头哪里受伤？你告诉大家。好。啊，我的粘起来不好看。可以啦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它也粘起来，它就在那边、那个。它只有上面粘起来，我的下面呢？可以吗？对。好，你看，我们就在这边。你看，米娅就在这边开始弄，我们在帮她弄她身上的，好可爱哦，有很可爱哈、哦。然后你看，我们常常会有这种这样子的发夹，你看，像这样子的发夹，对不对？你做好这个恐龙以后啊，你把它烤成品，再拿热熔胶或是强力胶粘在这种发夹上，你看，这样就可以带一只恐龙在头上了。这个外面买不到的了。这就是它最好的地方。你如果还想要继续用这个粘土，你就可以把它重新继续塑形，它永远不会干。那它也可以抗菌，也可以消毒，放消毒水啊，热水都 OK。妈妈，为什么那如果你做的很美丽，你这样也可以。我这里九九，你这里九个也可以，不一定要一模一样。我们现在做黄色的吧。我们来帮他做黄色小小的地方，黄色做好就好了，就可以去烤了。所以等到它塑形了以后。小孩就可以留下来当纪念啦。如果你洗澡的玩具啊，你知道三角形吗？我们三角形可以这样用切切切啊，我知道怎么切了。我们先用这样子一大坨。最棒的是它真的是防水，还有可以去那个消毒。OK， 现在大家都很怕消毒，大家都很怕中奖。弟弟今天好可爱，今天姐姐帮他绑得好可爱呀、啊，你给大家看，他说他不喜欢，你觉得有漂亮吗？好可爱，好丑哦。你给大家看，你给大家看，你看大家说漂亮还是好丑？你说漂亮还是？你说大家，请问我头发今天漂亮吗？他觉得他头发今天很丑，可是我们觉得很可爱啊，他好生气哦。对，妈妈可以发 BB 的照片吗？我每天发 BB 照片，我觉得大家都快烦了。好了吗？哦、好了吗？那、啊、等一下，我们再做这个。好了，谢谢你，我们就用这个吧。哇，你做的好漂亮，是什么？太好吃了，好棒！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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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可爱的饼干，对不对？来，好了，我们来帮小恐龙。等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啊，我知道，我们把小恐龙，你想把小恐龙放在上面好不好？它这样才等一下才不会坏掉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哈，我怕它粘住，是不是应该有个刮的啊？没有带刮刀了，刮刮刮刮刮刮刮，对，我们可以用刮刀。等一下哈，我就直接帮你放在纸上面。米娅，米娅，不要动。我们先直接放在纸上面哈，等一下，我们再拯救小恐龙。等一下，很可爱哦，半成品，半成品了。我觉得眼睛太大了，变得有点像蜥蜴，真糟糕。来，等一下，来。蜥蜴眼睛才不会。来，我们来帮他做一点三角形的，三角形切切切的，你要不要给我切切切嘛？比比，我可以用你的那把刀吗？妈妈需要你那把刀。妈妈，我也需要刀。谢谢，谢谢比比。比比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小朋友。我们把它切成三角形，你看。你可以给我刀吗？米娅，你看我帮你切成三角形了，你要不要那么？你把它切成三角形，米娅你就可以放上来了。我要做牛肉。喂，这是什么？这草莓给大家看，好好吃哦。要小心尖尖的地方好吗 ？Hello Hello， 好，我们的你看，我们的小恐龙已经也快。你看，我们的小恐龙现在就只剩下黄色的装饰的部分了。然后我们的蓝色比比的蓝色的恐龙，你看也快出来咯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已经把它用那个模型模具做出它的形状以后，就可以。你要弄得再跟它一样吗？你要跟它一样吗？是嗯，好淡定的嗯，好，那就嗯，那我们就，所以这个很好玩。我在做牛肉，来再来一点点。牛肉做好了！哇，一片牛肉！牛肉，牛肉啊，这个眼睛要有点大，麻烦帮你用小一点，然后用小小一点。你看它的 眼睛是绿色的，对。
那比比，我们的脚脚是不是要红色的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们这里有好多红色，我们只要拿一点脚脚，你看，脚脚要红色的哟。这样子要这样搓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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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搓。那比比做好这个，你以后想把它变成什么？你要变成发夹，还是变成玩具？啊，还是我要把它变成玩具？哎，也可以变成项链哦。他们这些有些组合有送细胶，比较不会抗敏感的那种项链，就可以打个洞。你们可以先给它打一个洞，做好以后就可以挂在身上。没有粉红色耶，好，这个啊。嘴巴也要红色的，好，你拿那个。哇，好漂亮！我们那里可以放蓝色的，你看。哇，好漂亮哦。那样可以趴哭。这边也有黄色。你看，你看背面红色的，你看这个尖尖的地方，我们就用蓝色，好漂亮啊！尖尖的地方没有红色。比比想要用红色跟蓝色，好，可以，大家怎么做就怎么做。那我们中间一定一样是用黄色来装饰。为什么我没有？因为你刚刚自己拿刀拿走后就没有在切，我不叫你切吗？给你的。哎呦，比比，比比，你的尾巴就这样被你撕烂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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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你看有没有好可爱？但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我快做好，再等我一下下，再等我一下下。妈妈好会做，不是妈妈好会做，是 YouTube 很会演。现在大家什么都不会，就直接上 YouTube 吧。所以不管是你要做，哎，你要我刀子那一把呢？我需要刀，哎，好痛！刀在做了。哦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不管。是我滚到你吗？嗯，对你滚到我了。对不起，所以不管是想要做甜甜圈啦、啊，想要做妈妈牛肉，我要切切切，好棒哦，牛肉好了。妈妈要做他的嘴巴，我要做米娅的嘴巴。你要做米娅是没有嘴巴，其实米娅米娅没有嘴巴，为什么话这么多啊？旁边为什么旁边这么多共鸣，让大家都全部笑翻了？我不要妈妈讲出大家的心声了。哼，不好笑，不。好啦，你刚才做你的牛肉，你的牛肉要不要做草莓口味的？上面可以放好多草莓。哈哈哈哈，不是，我这个不是要做草莓，我这个是要做好吃。我觉得做发夹会很可爱，发夹或是发圈。嗨，爸爸，嗨，玛莎，这边嗨，入镜了 ，Hello。今天玛莎是走村姑造型风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又被骂了。怎么今天一直惹人嫌的感觉？巧克力啦，我现在好啦，你看我们两只可爱的恐龙做好了，有没有可爱？借我刀子一下，你看他很有礼貌的，他比他姐姐文明多了，真的是哈、啊。来，你看很可爱吧？这样子就会回家拿去烤，烤了以后就可以，不管你要做什么都可以。哎，还可以做钥匙圈哦。你看他们有一些，哎，这里看得到吗？你看像这些，有些是钥匙圈组合。不过如果你自己没有钥匙圈，你只要去锁店买一个，其实那种零件都很便宜，10块、20块，你就可以做成钥匙圈。我们这做钥匙圈很酷吧？对不对？钥匙圈、发夹，你可以先打一个洞，去烤之前打一个洞就可以当项链。然后也可以做那个耶，我觉得可以做发箍，我的巧克力刀怎么拿下来？好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，这组讲了好久，其实另外一组也很酷。你看，这来，这恐龙放这边。记得哦，今天送的礼物就是送这个我们在玩的粘土。你在给大家看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他做的好棒哦！嗨，你给那请问弟弟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我做。这个是你做的恐龙啊，这样子啊，糟糕，我看不到你的我们的留言了哈。啊，这是我的巧克力，这是我的。今天就是送这个三包装给大家哦，冰淇淋，但他们已经玩上来了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大人，你们如果喜欢做一点手做的东西，其实也可以来试试看抽奖。这个没有说只有给小朋友才能玩，这个大人也可以玩。如果你平常可能想要做个小小冰啊，或是做什么哈粘土，记得烤了以后就会成型，就可以做出自己的东西，可以试试看哦。我们今天送的是这个三原色红黄蓝的三包装给大家，还有粉红色。
跟粉红色那只脚。粉红色就是红色。来，我们再稍微看另外一组哈，它跟恐龙，你们等一下，我觉得让他们俩到后面去玩好了。来，你们俩到后面去玩。妈妈，我来到后面，不要玩，我不玩这个了，因为我想要跟你一起做买。我在前面，对，我在前面，我在前面讲而已，因为你讲话我听不见，所以我就在这里而已，我换个位置而已。其实这个没有美人鱼的吧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做完你的肉，你的肉都没有切好嘞，那很像芒果哎。来，另外一组，它每一组它的特色，它是每一组都不一样。那刚刚那一组恐龙就是很直接的粘土组。那我们刚刚有，哎，不是还有吗？这里还有，不用抢，家里东西很多，不用抢，一人一把，不要抢，危险。讨厌。咪呀，咪呀。米娅，米娅，看这样，你看生气小孩子不漂亮，好吗？来，一人一把，都有，不要这样子生气。那这个我不要。六岁的小孩不知道是第几个叛逆期，反正啊，好，没关系。来，这一组我们刚刚有讲过，晚上夜空会发亮的荧光组，那这组就是小恐龙组。那我们这一组呢是变色组。这组的细胶会变色哟，所以你成型了以后，你的深绿色会变成浅绿色。那黄，这个是他有跟你讲了，你看橘色会变成黄色，深蓝色会变成 Lady Go 的蓝色，所以这样子它的组合就变得很多，你就可以做出渐层。会变成粉红色，对，因为它美人鱼。本来是红色变成粉红色了，对，他就是很想要把这个全部拿去放热水，就变粉红色，全部都变粉红色好了。来，然后比如说你看，我很喜欢，我想做看这个圣诞树，因为这个圣诞树它就可以，你看，就靠着热水，你做好成型去烤了以后，那个热水就可以带出不同层次的绿色，这个蛮酷的哈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一组，它比较大，它有七个颜色装吗？我看一下，一二。三四五六，对，我刚刚现在这一组是七色装，刚刚那个恐龙组是五色装。妈妈可以变颜色没关系。我在偷看有没有比较价钱有没有不一样。妈妈可以变颜色。哎呦，价钱一样哎。哎呦，哦没有贵，贵了30块，那划得来，多两个颜色才贵30块，划得来划得来。来，现在都在特价，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为什么选这一组就是这个样子。喜欢的话自己上网研究一下啦哈，或者来反斗城玩就可以了。妈妈，我有黄色，刚好再有绿色。哇，好棒哦！会变成什么颜色？它还是会变成那三个颜色。哦，我今天没有做棒棒糖给大家看，我来拍影片做好了。来，七个颜色，有乌多的紫色，哈，哦，这个是橘色，有点淡橘色，颜色都很漂亮。其实跟刚刚那组颜色是不一样的颜色耶，原来它出了很多颜色。嗯，然后一样说明书。然后也告诉你可以怎么做猫头鹰、企鹅、小兔子、麋鹿，我觉得麋鹿很可爱。这个，哇，这组好多这个模具哦。这组有这个，姜饼人吗？一、二、三，海豚；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你汉堡做好棒哦！你看有菜菜，那你应该在做。番茄就是这个好色。Yes， 那你可以帮它戳几个洞，这样更像面包的感觉。你可以用这样牙签戳几个洞。所以你看，这有动物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有六个大的，还有这个是一个三个小的，有小兔子，好，有小蝴蝶。哎，你可以大蝴蝶跟小蝴蝶，它们放在一起就又会有不同的层次，就会不同的感觉。然后这组多了手环。还有项链都是细胶的，哇，好多手环哦！你看，所以每一个，你看你做了什么？哦，这是项链，等一下，我的装两条项链，这可以拉吗？我要把它拉断，小朋友的头了，我头太大了，进不去。项链还有手环，所以你做好的东西啊，比如说汉堡，烤了以后就可以粘在上面，但是我们应该会做更好的成品烤上去的 ，OK 喽。嗯，好，来。所以这个哈，哦，一样，它有烤的这个纸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还有黑色耶，哦，它还有附黑色，哎，刚刚这有附白色，刚刚恐龙这组还有附白色，但它是小包的，就是可能给大家做眼睛这一类的。那这一组是有黑色，也是，
拍。这组黑色是可以做眼睛 ，OK， 来。我需要深蓝色。米娅自己有这组玩具吗？米娅自己没有这组玩具哦。我在回答 Karina 是不是？因为米娅之前都是玩 Play-Doh 嘛，然后 Play-Doh 很好玩啊。嗨姐姐，嗨姐姐，她玩 Play-Doh， 然后可是她都会玩得到那个桌子到处都是，然后爸爸有点生气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故意研究一下这组细胶的，细胶的不太一样。反正你就给他那个垫子嘛，一个玩在垫子上，垫子再冲一冲洗一洗就好啦。我就跟他爸讲，粘土很重要，是不是？每个妈妈都要给帮小孩买粘土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好了。他没有美人鱼啊，他没有，我不会做美人鱼哎，我们要自己做。嗯。还是你要不要做圣诞树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，妈妈可以帮你做圣诞树。我要做小女生，小女孩，小女孩。做圣诞树，小女孩。好，你做小女孩，我们怎么做？小女孩。还有星星，我们也可以做星星耶，小兔子，我们可以做一个饼干，里面有星星耶，哦，好，这很好玩吧？你看这个人就给他直接给眼睛就好了。那我们今天还要讲那个，下次吧，下次。结果今天玩粘土玩太久了，我们决定下次再给大家看那个，我们哎，我们给现在拿进来，现在，我们今天本来要来玩一个这个。篮球架，我们只好下个礼拜来玩了，所以很适合小朋友的篮球架。你看，小朋友就只要这样子跪着，就会投篮。然后它会发出音乐哦。我们下次来玩这个好了。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两只特别的合作，大概是睡饱了吧，这样子。好咯，那我们你要继续做吗？我们就让他这边继续做了，做好的东西再给大家看咯。那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说拜拜了，好不好？你还不想说拜拜哦？你这么吵，怎么办？我怕你哭啊！我们做好再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我来做棒棒糖，我好喜欢做棒棒糖。好了，大家记得要帮我做一点点小女孩的地方。好，我来帮你做小女孩的地方。还有，我们来做甜甜圈，我就做了一个甜甜圈棒棒糖，然后来当桌垫，还不错。记得咯，这个礼拜要嗨，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了。你要不要来跟大家拜拜？嗯哇嗯哇嗯哇，那你要去做了，记得哦，公开分享 ，tag 两位好友，这个礼拜就是要送这个给大家体验哦，大朋友小朋友都来玩玩看，因为真的很好玩，放入烤箱以后就会变成成品了 ，OK， 不要了，我也不想走，可是这样阻碍人家做生意不太好 ，OK， 小苹果呢？小苹果要来跟大家拜拜吗？可以再到哪里去？哎，小苹果嘞？为什么爸爸在这里？为什么爸爸在这里？小苹果嘞？小孩呢？这个是我。小孩呢？来不及了啦！我们要关机喽！来了吗？来了吗？等一下，大家看我们家，大家跟我一个晚上。他不知道逛到哪里去了。他们来翻斗城就是逛玩具，就是这样子。好啦，拜拜，大家再见，赶快来分享，拜拜。